Rainbow Road 的彩虹路呢，是位于新西兰南岛北部的一条著名的穿越道路，全长呢近100公里的历史路呢，开车呢大概是需要6个小时左右，难度的呢为简单。这次穿越呢也是我们本次仲夏旅行的最后一个越野路线，我们会在中段的 Lake Tennyson 的湖边进行野营过夜，第二天呢会继续前行呢完成本次穿越，分2天来完成，希望呢一切顺利，能在天黑前呢我们能找到露营的地方。过河的有个骑车人在旁边。收到收到。色的车会不会来撞我？这个牛啊，没有在围栏里面。牛在看我。没有，还是那它不是布了？它不是布了？你看它没有那个 horn， 它就是一个 normal。笨，快跑！快跑！在你后面，笨，在追你。真的？我靠！真的来了。表哥，我们不会把你超掉的。再往前一点，笨进不来。哎，这个洞可以住啊。这就是那个湖了吗？
对的，这边有一个牌子 Lake Tennyson。没有一个人吗？这里？啊，请问很多。我操！这环境无敌了。怎么没有回我？我们下去逛一圈吧，再上来。对，先去看一看。离湖边近的话，我们好洗澡啊。啊，也是啊，哪那么多无聊的人现在在这里啊？莫名其妙。这个人用 swag 哎，搞不好就是买一些 swag 的那个人。真的，车都一样。哎，所以我们能到对面去吗？对面不错哎。哎，对面很平哦。带他们出去到雪地去住去露营，然后派他们三兄弟出去捡柴火，然后死了一个，然后没有啊，反正就什么大哥还是什么忘了，捡了一堆湿的，到附近捡了一堆湿的就回来交差了，他爸爸就摇摇头说，然后呢什么三弟好像也是，就是去捡了很久才回来，但捡了一堆干的，能不能当国王就看今天了。对。完了，当不了国王了，啥也没捡到。我操，啥也没捡到，来人呐，拖下去，砍了。谁说我没捡到？好，你可以当官。好，可以可以。这个。好勉强，勉强可以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是的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沸沸之火就没办法燎原了。哎，谁有火鸡？关键是重要的。干，我的火鸡今天掉到海里了，是吧？我有。好，对，音乐起。南南风吹来起，不是这个音乐啦。啊，哎，三七哦，好厉害。对，耐烧吗？有露营的感觉了吧？这什么情况？
我要飞了。Fruit， 它是 fruit， 总是有那么一点缺陷。我也没有，我被枕头睡了。哎，这里，这里，是一个黑色。哦，好暖啊！太舒服。有感觉啊。来，你套套过去的话，我那边还有两张椅子。来，我再插一点。还没开 ，OK。来，我们俩，哎，你看得清楚是吗？这是我们此行最后一次录影啊。拿什么呀？我啦。因为明天就去 Picton， 我们就住 Picton。不行。但是还有回北岸，我还有回北岛。对，我都住酒店了。我录影，对。这里安心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录影，因为我枕头都湿。啊，我13号到惠灵顿，开去北帕住北帕，隔天我就飙罗头鲁瓦，罗头鲁瓦过一晚泡个温泉，隔天我就回到克隆，就飞到2天呗。对，所以我应该是14号，没有15号我就到克隆。哎，像这种火缸好，不大不小，好舒服，不能太大了，挺危险。哎，我们家姐姐要烤猪脚了。吃花生，我要。来，把它放在哪里？哎呦，哇塞，这个正点，可以放进去烤一烤。哎，这是，来，花生，就放这里了。代表哥，你有椅子坐吗？花生没有，没有。啊，这把壳放进去，对，它壳能放进去。哇塞，笨，你这高级呀，笨。哇塞，哇，你看小马。找这种深口下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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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命也许完全不同，但我想要的、我喜欢的、我爱的都不一样。这不是叫消防机上的吗？对，我动力火车。夜间的黑不是黑，你说的白是什么？在早上收拾完行李之后呢，我们一行人就继续一路向北开呢，来完成对 Rebels Road 的下半段的穿越。车还停在那里的。今晚右边的山头。今晚从哪？黑镇。
一路上呢，扬尘非常的大，所以说大家尽量拉长车与车的距离。如果遇到机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旅行者呢，一定要停下来，让烟尘散去，不要影响到他们的前行。不过说实话，真的很佩服这些骑行穿越的人。你想骑自行车？那么至此呢，本次2022年仲夏南岛穿越之旅呢就正式结束了。我们在这里呢就各自踏上了返家的路。很感谢这一路以来呢几位家庭在路上呢互相的照顾和关心，留下了太多美好的回忆呢在这片纯净的南岛的土地上。
路上也许有些不足和遗憾，但是会成为我们下次旅行的经验还有动力。也在这里呢，想特别感谢一下在屏幕面前一直支持我视频的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有继续的动力呢，去继续创作下去。我会继续呢，以不同的方式呢，行走在路上，给你们带来更多美好生活的记录。很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旅行再见，拜拜。